力量是在吸引，是这个力量出去的。这种不是，这种你的凡是你的力量是从底下提起来的，这是缩，这是缩的力量。哦，是跟那个胯接的。对，是缩，缩住的，是提住的力量，这是缩。跟那个老师你讲的拔是一样的意思。拔，对，就是拔，对，就上下要再有整理。这个是膝盖出去，这是力量是从膝盖出去。膝盖啊，那如果是拔的时候，你要拔的时候说他就不强调呼吸，还是说还是要贴膝盖？要贴膝，还是要贴膝？不呼吸。对，啊，对，所以这种基本上他不是在用的，他不是在用的，他是练内的。啊啊，你在用的话，你用吸的话。你用吸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在吸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力量在吸，脚就是这样。啊，往前也是一样。啊啊，所以金鸡独立，比方讲金鸡独立，你要用的时候，金鸡独立是这样打。可是你太极拳它不是练的，比方讲太极拳的金鸡独立，对啊，是提的，它是练气啊。所以他那个力量是往上提住的，他是提住的这个力量。还有时候这样子起来的是什么呢？在应用来讲，这个起来是要下往下踩的。比方讲，我金鸡独立起来是，我金鸡独立起来是这个是说的，这个打这里，我这个起来嘛，是不是？你往后面一仰，这个就踩，就是准备踩。对，所以有时候起来这个起来这个脚是提的，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用气，它要踩。好，哎，我懂。所以你自己去试，你的腿提起来，你的脚是平的，那个力量是在哪？力量在哪里？你的脚尖向下，那个力量是在哪？好。